我的那些图已经在 LINE 正式上线啦，那还没购买的可以赶紧去购买哦。还有，影片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那影片正式开始。哎呀！嗨，皆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。私はジモモで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魔区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开箱我们的这箱吧。那我们的这箱呢，是差不多下午三点多的时候送来的。那当时呢，我还在上课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就来开箱这一箱是什么吧。那大家应该有看到这个图案吧？这次就刚好被我撕到了，图案啊也被撕到一半了，因为我要上面那个啦，有封那个。就是寄件跟收件人，所以呢，我把那些撕掉比较好。然后这一次真的也是感谢在一个社群，然后有人办的抽奖，然后他有三个名额。那这抽奖呢，就叫特别的人，就是有特别加入，然后有特别加入这个。社群的才可以抽奖，那也是感谢这位勋粉办的活动，然后没想到这一次就抽到我了，因为我才加入好像快一个月了，已经一个月了，然后不是一个不算一个月了，就是那怎么说啊，一个月，然后就被抽到了，然后这个好像是在。昨天就是录影这一天是七月二十四，那昨天是7月23，那本来是跟我说是7月25会到，然后没想到结果这么快就到了。好啦，那我们就来开箱这里面是什么吧，然后我要拍下来给社群的人看，所以呢行太好了。来，再是什么呢？直接放旁边。来，就是我们的芒果啦。好啦，那我们这次的开箱就到这结束啦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在影片下方点喜欢哦，以及订阅，打个二次铃铛，才会知道下一支片或直播讯息。那每周一、二、日都不定时发片，那我们直接进我们的片尾喽。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多多支持草爷的兄弟，你说。那影片到这结束啦，喜欢我的影片下你的喜欢，订阅个二次铃铛，才会知道我现在这边或直播讯息。那每周一到日不定时发片以及直播。那还有什么想问，可以在我的 Instagram、Facebook 粉丝团以及 YouTube 留言区，还有 Discord 都可以私讯我。那也借追踪我的 Twitter 哦。那也感谢大家的支持。那我们再下一部的影片见喽，拜拜。